是对他们说好像是这一尊。我觉得他长得比我漂亮哎。本尊亲口夸更好看，台中市长卢秀燕来逛台北灯节，当然一定要来看跟她撞脸的仙女花灯。拜岁拜岁嘛，比我看岁。你看他们妆容整齐，而且那个睫毛，从女生的观点看，睫毛也刷得很好哈。看看卢秀燕有多满意，逛完还跟台北市长蒋万安都 po 脸书，在仙女花灯前留下合影。卢秀燕还开玩笑说：“我比不上仙女，但可以叫我女神。”还要大家到台北灯节找找她的分身。这些灯饰当然是手工传统技艺做出来，非常精致，但终究他们只是女神灯饰，但是女神本身在我旁边，花灯怎么可能跟女神比？仙女花灯的众神保佑灯组引发话题，成为热门打卡景点。目前灯会参观人数达500多万。上回蒋万安去台中灯会，这一次换卢秀燕来做客。灯会要改了，好厉身为东道主，蒋万安带卢秀燕品尝他念念不忘的西门町杨桃冰，跟我以前喝的味道一样。卢秀燕喝的是回忆，实则帮忙宣传。两位市长互访灯节，带起2028大选话题，互相拉台，先共创两市观光双赢。TVBS 新闻陈旭丽萍台北报道。想看最完整的新闻内容，记得下载 TVBS 新闻网 APP。